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曾经中国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最近在直播当中批判那些替中共当局涂脂抹粉的五毛粉红。虽然他在境内没有办法直接骂共产党，但是他可以去骂那些御用文人和虚流拍马的人。甚至他说他不想做中国人了，觉得中国这民族出了太多的打着爱国的旗号的恶心人。 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说的。这个网上现在都恶心到什么程度了啊,啊？这个网民说人家日本，跟人家叫小日子，人家叫你东亚病夫行不行？你愿意吗？叫你芝麻猪，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跟人家的国旗叫姨妈巾，你们真他妈低俗，真的啊！ 真他妈低俗，啊！就是我都我根本都不想跟你们成为一个国家的人，真的太恶心了。有本事我们足球队赢他，赢日本队行不行？跑步比他快好不好？啊！北洋水师干死他行不行？对不对？啊！日本弹丸之国，说说要三个月拿下中国，十万青年。 十万兵上战场跟他们拼，在同时，就有司马家头这样的成建制的汉奸。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成建制的给人家当汉奸、当间谍、当帮手，杀自己的同胞没有，只有我们中国有。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哈，就是他妈这个操性，真的，他不是从今天开始。 从从很早的这个朝代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看得太明白了啊！我能不能再重申一次？我不想跟你们当同胞，我能不能跟有关部门现在表达一下我的想法？你能不能让我换一个身份，不当中国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书叫做《来生不做中国人》，现在崔永元说今生就不想做中国人，但是据说是他被编控了，没有办法出境。 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有太大的影响力，他出去之后就更说话肆无忌惮了。政府不想让他走，毕竟把他限制在国内还能够控制他的言行。那么，我们都经常开玩笑说，那、呃、反共的尽头是知黑。知黑这个词是起的一个标签儿，给那些反思中国文化、中国民族、反思历史的人贴上这个标签儿，说他们是不仅反共还反华。 是恨国党，或者逢中必反，说这种话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掩盖他们不反共的事实，把我们的说法极端化。其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在反思中国问题的时候，不只是反思到制度上，因为制度也是人定的，制度也被人们所接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掌权？为什么人们能够允许他支持他，或者默认他们掌权？ 这背后难道没有反映出一个专制体制它所需要滋养的土壤和条件吗？所以在反思一个专制体制的时候，不止反思它这个体制本身和现实的，而且还要反思到更深一层。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别人就会上纲上线，给你扣帽子，说你是痛恨所有中国人或者怎么样，号召大家去批斗这样的人。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要对号入座。我们在批评中国国民性或者是中国专制文化的时候。 不是批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是批评一种普遍现象，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错误的、过时的、落后的文化和思想他们在骂我们的同时，却不敢骂我们的鼻祖啊，像鲁迅这样的。我们应该继承鲁迅先生、胡适先生他们的衣钵，把启蒙和反思进行下去。只要中国没有真正实质的改变，我们就应该进行到底。 那么讲完这个，崔永元不想做中国人了。另外还有很多人不想当台湾人，比如说台湾的蓝营。我们看到最近国民党立委翁晓玲，他提出说要修改法律，要规范曾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和国安相关人员及退将赴中国参与具党政军性质的活动而有妨碍国家尊严行为的规范和法则，要全部都删除。换句话说是他不满意。 有一些退将跑到中国去填供，然后被台湾政府处罚了。他想为这些人去申冤，要把这些条例全部删除。这样的话，台湾的这些退休的将领们、这些掌握台湾部分国家机密的人士，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到中国去，去参与共产党的党政活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把卖国合法化，这就是国民党。 过去的这个条例被称作吴思怀条例，吴思怀就是退将啊，跑到中国去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去听习近平的讲话。那么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啊，对他们进行处罚。最近就出现了一个案件，国民党前黄复兴党部主委、退役的少将张幼侠，在八月底的时候出席了中共的统战活动，最后遭到国防部裁罚，停止领受五年月退俸之百分之七十五，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 那么，国民党为了维护这些叛徒们的利益，就提出这个法案，要把这些处罚的条例删除掉。气的民进党的立委洪申汉都大喊说：“翁小玲想唱中共国歌想疯了。”那翁小玲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处罚这些人是违背言论自由的，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卖国了啊，这个伤害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都不能够处罚。”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退役将领们，或者是曾经的高官们，跑到中国去参加有党政性质的活动，这难道不是伤害了台湾的国家利益吗？统战活动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并吞台湾吗？这是一场认知战，在认知战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执法的话，那么我台湾就会输掉这场认知战。那么如果认知战输掉了，舆论战输掉了，那么在保护台湾安全和主权的问题上。 当然是处于劣势，当然是在伤害台湾的国家安全。所以说，你去中国大陆参与有政治性的活动，这不应该包括在保护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民进党也要修法，但是这个修法跟翁小玲提出的修法正好是不同的，正好是相反的。翁小玲是说把这些条款都删除啊，不要进行任何处罚了，而民进党说呢是。 之前的这个规定太含糊不清了，什么妨碍国家尊严这种说法，应该把它具体化，应该写到任何的统战活动。反而其实这样是更保护言论自由。你这个活动不是统战活动，不被政府认定为统战活动，那就没事儿。至少比所谓国家尊严方面更详细一点，更准确一点。但是国民党是完全要把它删除掉的，要给这些人去中国参与中共的统战活动开绿灯。很多国民党人士在这个提案上面都签了名。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联署人就是傅昆琪，说到这件事情，就正好我看到了有一个显眼包，就是台湾的退役少校吕李师，他参观了中国珠海的航展，在中共官方的宣传报道当中，他说：“看看中国这些飞弹飞机，我就是想让台湾人民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强。” 运油二十、红旗十九，那都是象征我们现在可以飞得更远，可以拦截的高度更高。我在台湾的节目里头，我也想把这一些实际上的真相告诉大家，让大家观众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强、啊。这些飞机不是共产党准备用来武统台湾、攻击台湾、抹杀台湾的自由民主的这些工具吗？ 他居然跑到对岸去赞美，赞美这些杀人机器，我真的觉得台湾出现这样的人，别说台湾出现了，中国有这样的人我都会骂，更何况你是在台湾来的，你面对中共军机军舰的骚扰，文攻武赫居然还去捧他们，还在夸耀他们，这样的人真的不要回台湾，你就住在那儿好了，你也可以参加解放军啊，去当炮灰。请问这些人去接受中共官媒的专访，去参与统战的项目和影片。 请问这对台湾的伤害难道不是很大吗？这对台湾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没有伤害吗？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处罚他们的程度，不像国民党立委说的处罚太重了，反而是处罚太轻了，这个范围太小了，应该扩大范围。像这种人，这种少校跑去参与统战的新闻节目，难道不去处罚吗？居然都现在居然没有任何动静。所以台湾不是做的太多了，做的太过了，反而是做的远远不够。 他自己都已经说了，我们中国，我们解放军，你自己已经心有所属了，你是叛将啊！叛将不抓，还以什么言论自由为名义，还允许他们继续叛国，那成何体统？这什么国家？就这个看着很来气嘛！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赖清德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对付这些国民党的卖台立委，这是下一步的任务啊！因为有他们在台湾，很难跟美国有更紧密的联络，台湾也很难被美国更加信任。 特别是现在川普上台了，我相信川普的团队对台湾是非常支持的。我未来会讲到这一点，分析一下他们每个人的背景和他们所持有的理念。但是这个政府仍然比拜登政府更加不可测，所以台湾在一个新冷战当中，必须要非常清晰的站队。而有国民党这些立委在，台湾就很难很难真正的站队。如果你很难站队的话，那么跟美国的交往过程中总会有隔阂。 总会被认为是台湾不可信，因为谁知道台湾人会不会选出一个亲中的政权？那么之前对台湾的所有的支援都白费了，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可能都会流到中国人的手里。而中国是美国现在二十一世纪要打击的最大敌人，在这个问题上，台湾不能含糊，不能像现在这样根本没有左右逢源的机会，根本没有左右逢源的空间。 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付国民党，因为民众党基本上已经被解决掉了。在柯文哲丑闻缠身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了。他甚至未来还有可能有牢狱之灾，他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呢。当然，我不想阴谋论啊，但是很明显就是蓝白合也好，或者是这个第三势力的崛起，而这个第三势力呢，想在蓝白之间形成一个新势力。 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势力，想合作对象又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对民进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对民进党的威胁，同时也是对背后美国人的威胁。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不知道美国 CIA 做了什么。我不认为他们是吃干饭的。他们看到了，就是台湾一旦出现了蓝白河。一旦把民进党架空，或者是他们能够获得政权。 那么，遭受最大的利益损失的是美国国家利益，而美国现在正在不断的升级跟中国的新冷战。这个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台湾靠近中国，更何况台湾垄断了全世界的先进晶片，它触动的是美国的利益，是整个北约的利益啊，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所以说，你就成为了人类公敌。我当然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美国在这当中所做的作用是什么。 但是我想，他所处的这个生态位导致他今天的后果，因为台湾是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的，更何况这个第三势力还要倒向蓝营，那就更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而且呢，作为一个新兴势力，有很多政治操作或者法律问题，他们其实是小白，并不是太懂，是新手嘛，一旦犯错，你会被所有人抓住把柄，因为哪怕跟你是合作关系的蓝营，都会担心你去挑战他们的地位，所以说。 柯文哲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痛恨、所有人都要置之于死地的人。这当中有没有他个人的责任啊，还是这个政党的责任啊，都都有可能吧。我甚至都不认为他是真心的贪财。但是不管怎么样，被人找到了把柄，已经可以被起诉了啊，已经可以投入监狱了。那这种情况下，所以在各方的绞杀之下，第三势力在台湾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当然，这当中我还是要为柯文哲说句话。 就是最近曲美凤说她性骚扰这个事情，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是真的。或者说，就是我觉得曲美凤这个人，她作为统促党出身，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可信度。而且她所指控的柯文哲对她的性骚扰，说触碰了手臂，这种说法扯上性骚扰有点牵强。看曲美凤过去的履历，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为名为利。 而不择手段的，想方设法的要让自己在镁光灯下，而现在柯文哲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啊，成为了众矢之的，他就觉得有机会可以跳出来曝光柯文哲的一些所谓丑闻，这样的话又有曝光度了，他又可以拿到很多通告了，他又变成知名人士了。我觉得通过踩柯文哲，落井下石来为自己换取名利，这种做法令人非常不耻。柯文哲当然有自己的责任，他现在人设崩塌。 可是曲美凤对他的指控，让我感觉曲美凤这个人也不咋地，做事情很不地道。那么讲完这个台湾内政方面，其实我对台湾内政关注的不是很多，我只是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凭我的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常识来讲一下我的看法。至于那些特别细节的小问题，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去一个一个看啊，看看每个人都讲了什么，只我只能说凭我现有的认知。 我认为曲美凤对柯文哲的指控是落井下石。就算他真的碰了他的胳膊啊，是否构成性骚扰，那完全是曲美凤自己说了算，对吧？他把它上升到这个层次，他就可以博流量了。当然，柯文哲自己的问题，他在经营这个政党或担任市长啊，很可能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规矩的事情，以至于今天他丑闻缠身。 他本人当然有责任，可是我们如果放大视角，再站得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就知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所有人都想终结他的政治生命。最后，台湾还是会回到蓝绿对决当中，因为蓝代表的是中共的势力，绿代表的是欧美势力，世界上就只有这两个势力，不可能有第三个势力。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原始状态了啊！当然了，这个民众呢，还有一些立委。 但未来是不是还能在选举上，那就是很大的疑问了。下一步就是对付国民党因为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的策略一定是对中国更加的强硬。大家看到了整个内阁充满了鹰派，反映在代理人战争上面，就到了台湾的蓝绿对决。那么我就想问，亲中的政党能有好下场吗？那好，说完这么多，咱们再回来讲民进党有什么问题，就是最近我们也可能很多人看到了，公示旗下的。 台湾 Plus 这个英文媒体捅了一个大篓子，这是我们北京话，意思是惹事儿了。他们在美国的一个英文主播在讲到川普当选的时候，居然说美国人民选择了一个重刑犯。结果现在所有人都在讨伐，民众党在骂，国民党在骂，反共人士在骂，民运人士在骂，美国人士在骂，所有人都在骂。但是这件事情呢，我倒觉得是件小事儿。为什么是小事儿呢？ 他只是一个主持人，他个人的观点掺杂在了他的新闻报道当中。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就把他解雇掉，或者是把他进行处罚。未来他在涉及到美国政治的时候，要去掉所有的个人观点和立场，因为他代表的是台湾。虽然它不是一个台湾官方媒体，它是公式的，它是一个公共电台但是它拿的是政府的钱。现在很多人在讲，你每年拿这么几十亿台币。 给这个台湾 Plus，最后不仅没几个人看啊，而且还惹出祸来。我们看新闻上就批评说，台湾 Plus 开播两年了，知名度很低。文化部在设立台湾 Plus 时候就设立目标，要达到百万的下载量，结果到今天才有五万左右。脸书的粉砖才有二十二万粉丝，台湾 Plus News 有三十四万粉丝，在 YouTube 两个频道分别有九点二万和九点九万。 民主党就算这跟小网红没什么差别。公示每年从政府那儿获得二十九亿元的预算，其中国际影音平台总经费七点八亿，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约六千万，总计八点五亿。最后就搞出这么一个没多少人看的东西，而且还惹祸，让台湾的形象大打折扣。这种批评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有点过度指责了。就是台湾 Plus 这次确实出事儿了。 但是这是一个小事儿，把这个影片他们现在已经下架了，对吧？然后呢，内部应该进行检讨，以后不能再出现同样的错误。这个主持人，要不然 fire 掉，要不然对他进行处罚，至少有一个培训。你是代表台湾的，你要尽可能的公正公平，不要学其他那些西方的左派媒体，更不要摄入到美国的政党竞争当中。你就是传播好台湾的声音。 更切记不能有个人的想法和立场，在报道当中，毕竟他只是一个主持人，不是像我们这样做评论的。所以，台湾 Plus 做出这样的检讨，做出这样的修改，影片下架啊，我觉得就可以了。这些事情只要做到就 OK 了。第一，没有必要非要谁站出来去鞠个躬、道个歉啊，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闹大。本来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非要让他所有都知道吗？你非要所有人知道这个电视台把川普说成是政刑犯吗？啊，这件事情不用再传播了，不用再二次传播。这是台湾 Plus 或者公示今天做的事情是对的，他确实犯错了，他只要改正就 OK。现在两党在批评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今天执政的民进党，说什么台湾 Plus 大外宣，你刚说完他们都没什么成果，然后又说他们是大外宣，这不自相矛盾吗？ 他宣传什么了？他宣传半天，还打了自己的脸，对不对？更何况，不就是谁执政谁就是大外宣吗？那当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公示也存在啊，对吧？公示也做了很多节目啊。所以我觉得，两个反对党对公示或者台湾 Plus 的指责，实在是有点不怀好意啊。就是你可以去指责他们做错了事情啊，督促他们改正就好了。应该是从一个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角度和心态去的，而不是。 把它变成个敌我矛盾啊，好像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应该把他们全部关闭，或者把所有人都 fire 啊，然后不给台湾政府拨款任何的宣传台湾的预算，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吗？我觉得看到这些反对党的做法实在是很遗憾，不觉得他们是为了台湾好，应该要求台湾 Plus 进行反思，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一个 constructive 的态度，对不对？有建设性的意见。 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们都希望台湾的声音能够让全世界听到，对吧？那么做出这些节目，怎么能够让它做得更好？这个钱应该怎么花？是不是应该有团队、有专业人员？如果现在外包的公司不行，那就换人，那就换公司。你请我去做顾问也可以。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些台湾的非常有名的网红，他们都可以提出非常好的意见。你不如成立一个委员会，把这些。 呃，之前在台湾一些媒体工作的，或者是一些网红，让他们组织一个团队，然后提供他们的意见啊，如何把台湾的声音传播出去啊？当然，也可以雇美国的公关公司，你这钱是够的，有钱多有钱多的花法，钱少有钱少的花法。再说你这钱也不少，所以，我看到台湾 Plus 现在成为众矢之的，被所有人攻击，看到他们这些呃过去的这个成果不是太好，然后还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就会感觉到，说这不是什么某个政党的问题，这是官僚，这就是官僚系统的问题，对吧？你把它当做一个官僚机构，当做一个政府机构去运作，一定是低效的，一定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个世界变化的节奏的。如果是一家私有企业，它以盈利为目的，它一定想方设法的去怎么样的传播自己的声音，对吧？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它要赚钱，要不然就饿死了。但是像他们拿着政府的经费，可能就是坐吃山空。 我不知道台湾的国营单位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我知道中国的这些国企、这些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是什么样子。就是它不是一个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营模式，这就导致了台湾 Plus 不是很成功。其实你看他们的粉丝量也不少，说几十万、几十万已经很好了。你刚做两年就几十万，可是别忘了他们投入多少经费，雇了多少人呢，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 不是一个某个政党或者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啊，结构性问题。所以我觉得公式可以让某些项目，比如台湾 Plus 这样的，能够跟国际接轨，能够更加市场化的运作，然后吸收那些市场上摸爬滚打的那些媒体人、公关人士，吸收他们进来啊，哪怕是让他们做顾问、出谋划策。你不是没有资源，你背靠这么好的资源，是吧？你有设备，有团队，有人才。 为什么做不好呢？没有理由的，这跟政党没有关系，换了哪个党也都一样啊。呃，至少民进党还是有心要这么做的，还是愿意去把台湾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啊，能够让台湾的国家地位、国家形象能够有进步的提升。本身这种做法、这种想法都是好的。反对党的批评的声音，如果他们说的有道理的，可以去反思；没有道理的，可以根本不理，不用在乎。他们是为反对而反对。那这期节目。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另外，我开通了我的英文频道，呃，是我过去的 vlog，现在我改成了英文频道，未来可能会制作相关的英文内容，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订阅。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